玩法，我都一五一十話俾佢。佢唔開心，一定會有噶啦。但好清楚自己做乜嘢，點玩都好，我最後都會翻返去身邊。喺我心目中，佢始終係我最重要嘅。我應承過佢，我呢世都唔會離開佢，我就一定會再度，一定會記得他。因為周圍都係啦。陳老闆啊，我問舊水質啊，你請我介紹。阿丹上我公司，叫阿金大家幫我寫一封。